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动漫玩玩玩》。本节目会以模型的外观、结构、特点等方面进行评测。今天的主角就是他，奈克赛斯。下面咱们先去看看他在剧中的表现吧。看到他在剧中的表现以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奈克赛斯的青年形态被称为孤高的勇者，是基石准变身出现的形态。他以红色为主基调，黑色作为装饰色也有不少。红色青年形态下的战斗力是幼年形态的数倍，但又弱于黑暗梅菲斯特和蓝色青年形态。除了完整继承幼年形态的所有技能并强化外，还增添了终极光线等必杀技。青年形态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在战斗中展开梅塔领域，一面可以防止给外面的世界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本来的力量来战斗。奈克赛斯的模型拿起来看到的第一眼就是软胶模型通常都有的异色问题。除了异色的问题以外，这个模型和原作在比例上差别并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很好的进行还原了。因为奈克赛斯身上没有什么零碎的挂件，所以模型的整体还原度也很高。在颜色和造型上出现的一些小瑕疵，包括头顶、护腕、脚腕等，通常也是所有软胶模型都会有的问题。这种问题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最后再说一下漏色的问题。其实软胶模型可以自己补色，只要你不嫌麻烦。如果你喜欢奥特曼模型的话，可以点击下方的图片一探究竟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奥特曼或者怪兽的话，可以在下方评论处留言，在节目里会尽量满足大家的想法，咱们下期再见。